哎，现在五营已经收好了，那待会准备要释放我们的骑马炮，那直起动！哇哇哇！今年的骑马炮很特别哦，听他们讲，以往是那种大的那种骑马炮嘛，嘣，很大声的。那今天是用烟火的方式去呈现。好，第二门骑马炮，第二门，来第三门就要起驾了。桃园龙德宫四妈祖，哦，这个甲辰年徒步绕境即将起驾了。现在的四福轿为第一顶轿出发，现在正在妈祖教的旁边，带大家看一起这个起起驾啊，起驾了。鹿港天后宫挂会进香，即将出发。你们各位有来现场的哈，真的保暖要做好哈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也避免人挤人的状态哦。哦，大家守秩序。
圣母就好了。我现在已经走到富国路这边，哦，准备要上桥了。这个当我们真正启程的时候，平均每小时是5公里的速度。对，那如果说你在过程中哦，觉得哇，你看现在前面在轿的前面，这个烟火、烟花啊、烟火瀑布，非常的漂亮。那刚才还没讲完哦，就是你们在走的过程中，如果真的累了、落单了哦，在最后这个庙方人员会接你。到最前面去，哦，让你然后最前面去，然后你在前面可以休息一下，等到这个整个阵头的大部队，哦，进绕境的大部队靠妈祖的神教到了之后，他就跟在后面再继续往前走。啊、哦，就是妈祖的神教到了以后呢，就行个礼啊，你就可以跟在后面继续往前走。对，所以整路是很贴心的，不用担心你有落单的情况，哦，或者是说身体不舒服哦。我们还有医务队啊，哦，还有医务队随行。然后过程中也不用担心，哦，平均1.5公里到3公里，哦，就会有一些点心站，哦，路加路减空，哦，啊，这整个8天7夜，哦，全部都是素食，哦，这是我今天所了解到的，哈，哦，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很多人在直播可能是后面才来看的，哦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不同的文化，哦，不同的一些。习俗，那你们的直播的留言我都会看，对，我能回我就回，哦，该回我就回。那我个人觉得台湾最美的真的就是文化，因为大家的包容度很够，所以能够让很多的文化发展的就是很不一样，因为文化它还是会随着时间嘛，与时俱进嘛。对啊，你就会看到说各地不同的文化的特色跟发展，你会觉得其实还蛮精彩的啦。对，圆满最重要。现在刚启程，哦，那即将进行这个8天7夜，哦，这个南巡祈福绕境，那目的地会是在这个鹿港天后宫。那我们住比较中南部的人。想要一睹我们这个龙德宫四妈祖的这个风采，可以沿着这个路径来追寻。